投資公道，點解啲百姓話咧唔想再捐款俾啲國際慈善機構？係咪大家冇曬善心？哦，並唔係咁嘅，大帥，因為佢哋發現香港有一個一站式嘅醫療救援捐助服務，捐一間等於捐十間啊！嗱，我要捐錢俾人道醫療機構噃。哦，介紹翻理工圍城啊，裏邊有一小撮嘅醫療人員咧，俾人反鎖拉咗，佢哋本身都需要人道救援啊！我要捐錢俾啲山區兒童，佢哋翻學嘅咧係好辛苦嘅。都係介紹翻理工圍城啊，成個校園爛曬啊，又唔俾錢佢哋去擴建，我諗佢哋以後翻學真係好難啊！山區兒童行爛路先翻到學，好辛苦嚟啊！香港啲學生啊，想告別校園時一樣咁辛苦噶咋，一係就俾人拉啦，一係就要爬鐵絲網、游繩、捐水渠，仲要有大人物接放學咧，先可以保證唔會俾人打噶。小猴子公公，你係想諷刺牙差搞到香港要人道救援？哎呀，奴才不敢，奴才只係想建議咧，你哋啲牙差可唔可以開車唔好開咁快撞向啲人群呢？咪講咗咯，開得快唔代表有危險啊嘛。咁大帥，以後你哋點捉嗰啲市民是必定呢？好，我叫啲伙計慢慢開，慢慢駛入人群。你哋啲伙計咧，係咪又批評嗰啲學生冇毅力讀毅進啊？冇錯啊！啲學生如果有毅力，點解唔讀毅進啊？點解要去讀大學咁低水平啊？大帥啊，你哋啲伙計真係好容易滿足嘅啫，即係上深圳食個嚇咩撈都已經搞到要周街炫耀啊！如果下次喺大灣區置到業，仲得了嘅？點都好過食嗰啲冷冰冰嘅麵包咁淒涼啊！大帥，你哋嗰個圍城播歌咧，又揀監獄風雲啦，同埋十面埋伏，都唔係咁啱啊！咁唱呢首啦，生命，生命這好家伙，何時我也説他不錯。貌似是丧尽良知，可知心底初衷仍澎湃不已。警方呼吁所有人应该尽快离开，而希望离开的人可以循北面的李兆基楼旁边的出口，亦即是 Y 座的出口离开。我们绝对绝对希望六四事件在香港，甚至乎是我们第二个家，在理大里发生。即係每一個街口基本上都有防暴警察喺度戒備住咯，咁發覺依家好似變咗真係無路可逃啦。你覺得大家做唔做到嘅？一定得，一定得，一定出手，我哋一定得，全部係一定，成班翻到。咁想做政府，我講封嘢主要都係叫屋企人照顧好自己。忘记我，情人很担心，想亲介意，等几时才可以？呢个位置最近我小朋友咯，同佢嘅距离最近，好难受咯，好无助咯，同埋我觉得我好愤怒咯，我尤其是对呢个政府。在何处？心中的天使。我系天主教嘅夏志成主教。梁鹏很担心，因是介意，个个在制止。We have also received permission from the police for you to leave the campus peacefully.And I will personally accompany you to the police station. 我哋冇做错，做咩自首啊？我翻嚟啦！与你决裂或做人质，
暫時安全不代表不是暴動罪或者不需要被逮捕，他只不過是用語言藝術換個方式跟你講出去的結果都是一樣。香港是很重视那个司法的精神，这次止暴的工作里面呢也都是必须要建基于很强的法治，就不能够以一个行政的手段凌驾于一个彰显法治的调查和检控的工作。别再话丧尽良知，多想不必多想是恭喜一哥逆帥，但是个样依然都是大帥。市民对牙差的满意度也都创了新高。几时的事啊？去年的事咯。明白，民调催泪弹都是会用过期的。新一哥登场呢即刻有两个好消息。是什么呢？牙差有新口号咯，忠诚勇毅啊。哦，中是不是中央的中啊？心系中央，下面有个心字嘅。咁咪诚实个醒？梗系啦，全港市民啊，逢四点钟就睇到啦。点解得个勇字，但系就冇谋咧？真系冇谋啦！牙差冇谋杀人噶，你唔好乱讲啊吓。诶，毅呢个字就唔使解释，我哋明白嘅。另一个好消息咧，就系高院裁定禁蒙面法违宪啊，牙差蒙面系合法嘅。大帅啊，等等先，我哋不嬲可以蒙面噶噃。都系，我哋唔受法律规管噶噃。同埋律政司咧，好似系想咧高院暂。缓执行嗰个违宪嘅裁决，我就建议律政司咧暂缓自己嘅职务好过啦，手腕甩臼要休息成年咁 serious 啊！但英国牙差话佢伤得唔系好 serious 嘅啫，英国人唔明啦。手腕对一个政治人物嚟讲咧系好重要嘅，香港今日搞成咁咧就系手腕有问题啊！系手腕硬唔灵活。冇變化，高院就用緊緊急法話有問題，阿爺咧就好嬲，喺電光火石之間仲開咗個 warning shot 添噃，係咪生命受威脅啊？唔係生命受到威脅，係生意受到威脅。阿爺覺得咧，只有自己先可以有違憲審查權，點知高院話我都有，咁即係搶飯碗啫。卑職覺得唔單止違憲審查，直情連獨立調查香港都係冇權處理嘅，唔使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交俾人大常委會調查就最公道啦。是90年代中期开始以服务为本的精神，日晒雨淋在这服务大家。能够接任警务处处长，继续为香港的治安作出贡献，其实是不生的荣幸来的。男神应该换雨男神应该一身武功，男神应该怒气冲冲。We are locating rioters or protesters inside hospital. Seems very sorry, I can't find the right word. 等不到警察拉人，我已被监禁。孤单过生亦孤坟，一堆身份等于一堆牺牲。负责任，负责任，负责任。警队咧就系由我统领嘅，事务大小呢个警队嘅事务咧都系由我负责嘅。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对于一啲白衫、大头盔，甚至乎拎住木棍、铁通嘅人士，一个都冇截查。莫講佢哋係黑社會，我哋更加係勢不兩立。整件事咧，我諗如果喺調查完曬之後咧，一定係會我本人咧係會檢視嘅。我本人會檢視。但年你都受質疑喎，咁你本人點檢視啊？我相信好多對於我嘅指控都係基於一張相啫。嚇，咁我亦都解釋得好清楚。我亦都係冇理由係由於一個咁嘅指控咧，就係我唔能夠執行我嘅職務嘅。負責地將我夢想粉碎，用張紙擔擦擊緊有幾開心？一棍一棍打成灰塵。同事。在一個電光火石之下受到襲擊，而家呢分鐘好似你咁講，我都係睇完條片，我覺得係合理同埋合法。男神應該快馬加鞭，男神被愛也不發現。The CE apologized,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apologized, the 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Police apologized. 係個男人一生九四一
一心，件件打生打死，讲金不讲心，但逐步跌入命运，打一仗一道疤痕，便满面皱纹，像心声中意不闻。Drive fast doesn't mean it is unsafe。我哋警方咧，由头到尾都冇做过一件事咧，系罔顾人命。最唔想用武力嗰个咧，系我哋。有很多人佢唔愿意起身行，于是乎我哋要所谓嘅拖行佢，希望拖延时间。我话俾你听，走得一时，唔走得一世。我冇得拣，我要摆出个 pose。我冇得拣，我要听天意。我冇得拣，我要夹紧我装置。佢入咗社会嘅转变系适时，佢推出一啲新嘅座右铭，秉承咗过去警队嘅优良传统同埋一直恪守嘅一个嘅价值观。其实呢一刻咧，我心情咧系好哀伤。咁我希望喺嚟紧嘅日子入边咧，系可以系首先保护好我嘅同事，支持我嘅同事咧，系继续去执法。带人在停车场入，其他跟我。Yes sir。B team 留喺度守住，李凤仪、阿祥、斌仔跟我。好，紧要啊，我哋。我清洁道路嘅，清洁香港。知我以前是一個武僧嚟喎，我仲係一個好厲害嘅武僧喎。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頭先喺現場我都知你功夫好厲害。你們今天是自發的嗎？還是是休班還是什麼呢？都是自發的。我做咩要信你啊？擔心會引起更大的紛爭嗎？香港市民的掌聲就是最好的形象，還有什麼問的？你要當唔識我。That is, it is not in response to my request. 咩事都冇發生。We remain very confident that we are able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高等法院裁定禁蒙面法同更加法违宪。我唔会再做任何嘢，我做咩都冇用。现时开始咧，系会暂停有关呢个禁止蒙面法嘅执法嘅。系攞到律政司嘅建议命令，律政司或者政府咧，系希望法庭咧系暂缓执行，或者应该咧系继续咧系令到蒙面法有效。你覺得咁樣公道嗎？全國人大法工委表示，緊急情況條例符合基本法，又話特區法律係咪符合基本法，只能夠由人大常委會判斷同埋決定。你係我心中嘅佛，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最高嘅解釋權、完整嘅解釋權咧，係喺人大常委會。萬劫不復，如是因，如是果。昨日因结成今日果，任何力量都改变唔到嘅。太后，你收喺边啊？我依家收埋做乜嘢啫？你收埋支木棍喺边度啊？木棍？徐副官，你真系信嗰篇潮文咩？
唔到我唔信嘅太后，嗱，你外号好打得，又系全级考第一，咁师长又真系冇理由跌一跌就甩成年教咁夸张噶嘛？所以就话哀家咧攞住啲棍往死里打。太后，我明噶噃，明天我们的资产就要回家了，俾我听到我都嬲啦。徐副官啊，见钟二哥已经出嚟澄清咗，绝无其事，非常无聊啦。嘿。唔通佢真系会出嚟话朝廷真系冇人当过佢系二哥咩？我哋林大总统都唔会承认欺凌过佢啦。徐副官啊，呢个真系传闻嚟噶，哀家嘅资产又点会明天要回家啊？花旗国英通过咗人权及民主法案，随时会制裁朝中百官。但系哀家咧成家咧都系大英帝国噶嘛，我而家就担心咧佢哋会取消我大英嘅荣誉学位同埋屋企人嘅大英公民资格多啲咯。你話悲擦鞋都要講噶啦，你真係早著先機喎，寧願得罪英國，唔好得罪美國。花旗國嘅議員真係好巴閉嘅噃，竟然可以干預別國內政。咪係咯，我哋啲議員啊，連自己內政都冇份參與。徐副官啊，香港嘅百姓會唔會支持美帝干預同埋制裁呢？嚇，悲姐覺得香港嘅老百姓係反對嘅。啊，佢哋真係愛祖國愛香港啦。唉，因為美帝咧仲會禁售催淚彈同埋橡膠子彈俾牙差噶嘛，到時我哋唔知邊度入貨，嗰啲質量冇保證噶噃。國貨唔好咩？催淚煙加埋杏仁味，仲要對人體係安全嘅。但後咗聞一聞咧，就成個覺醒曬。我而家諗住咧向四川訂購咧麻辣胡椒嘅噴劑添啊！太后啊，美帝最擔心就係香港冇咗一國兩制同高度自治。我哋有啊，聲稱。咁要攞證據出嚟噶嘛？大內禁軍自發出嚟清理路障，點止高度自治啊？高度自發添啊！Today, the Congress is sending an unmistakable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in solidarity with freedom-loving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we fully support their fight for freedom. So today I say to you, all of you in Hong Kong, Jia Yo, your cause is a noble one, and you will not be forgotten.共石挡路，总有些兄弟用拳头粉碎路障，渗血也懒得抹，就怕你不后。今次整個版本上面或者整個討論上面嚟講咧，你會見到眾議院其實係相當之急啦，或者我哋叫相當之快咁樣咧去完成整個程序。今次眾議院係用一個叫直情完全接納參議院個版本嘅模式。其實喺個版本上面嚟講咧，個分歧主要係集中喺邊幾個部分咧，就係講緊禍不及妻兒定係禍必及妻兒啦。眾議院嘅版本入面嚟講咧，其實喺個簽證安排上面嚟講咧，除咗係制裁官員本身之外咧，亦都包括咗佢自己嘅直系親屬。咁但係喺參議院嘅版本嚟講咧，就冇咗呢個所謂嘅直系親屬嘅概念啦。雨背後有個派對，搖著火把起哄，一班好友燃亮宇宙。Is objection to proceeding to the measure? Without objection. They drove one, two thirds being the affirmative, the rules are suspended, the bill is passed.We have sent a message to President Xi. Your suppression of freedom, whether in Hong Kong, in Northwest China, or in anywhere else, will not stand. 我们正告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该案惩罚，以免引火烧身，自食苦果。見到其實投票嘅結果係相當之明顯，我哋講緊嘅係得一票反對，417票贊成。咁其實已經係喺個數字上面嚟講咧，係已經超越咗三分之二大多數噶啦。啲以前我哋會講話就係其實可能喺對華立場上面有所謂嘅夾派咧，或者係鷹派咧。咁但係似乎今時今日喺國會山莊入邊嚟講咧，只係得可能係比較温順啲嘅鷹啦，同埋比較更加激進啲嘅鷹派嘅啫。咁似乎當中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推動因素講緊嘅就係話，其實我哋見到呢兩個禮拜世上嘅升温，似乎都觸動到一啲參議員嘅神經。動動天地，一聽槍指住眉頭，不要命送個老友那肉身當彈殼，天一醒又同伴地又。
crackdown in Hong Kong's Polytech University only getting worse. People are being shot. Universities are being burned.過去兩個禮拜上面嚟講咧，其實有兩間嘅中香港嘅大學嘅校園，包括中文大學啦，同埋理工大學啦，叫做係面對住警方大規模嘅包圍行動。對於美國嚟講，或者對於西方社會嚟講咧，最直接嘅感官就係啲乜嘢咧？就係講緊天安門，就係講緊六四。而呢樣嘢其實喺西方社會裏邊嚟講咧，基本上即使我哋講緊過咗30年都好啦，都依然係一個相當大嘅感觸。到現時為止啦，直至到我哋都未知道特朗普自己本身簽唔簽。但是因為喺時香港問題其實而家係同緊中美貿易談判掛鈎嘅，呢十日可以幫佢換到依啲乜嘢空間或者乜嘢所謂新嘅條件翻嚟咧？我諗其實係白宮而家都會諗緊嘅嘢咯。巨石擋路，總有些兄弟用拳頭，粉碎路障，滲血也懶得抹，就怕你不後。路上燈滅。天太黑，黑夜漫游，雨背后有个派对，摇着火把起哄，一班好友演